李克强同志，你啊 ，Comrade 李克强。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，我们人均年收入的平均水平是3万元人民币，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。人们常说。 人在干，天在看，看来是苍天有眼啊！看到我们国漫同志这些年来辛辛苦苦、扎扎实实做出的特殊的奉献，应该给你们奖赏。 我们也清醒看到面临的问题和挑战，外部环境更趋复杂、严峻和不确定。 李克强。